哎，我这曼德勒什么我都给拿呀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哎呦，你的衣服颜色有点像，这个就好很多了。这地方有脱身，但是感觉好木材还是薄哎，这东西玩弱了。这个，脱差的地方多得很。什么价？过场白嘛，刚卡，咱们刚卡的呢。5000吗？阿雅，你去哪里学的？阿雅，曼德勒，阿雅，人家给你宰了。哎，我这曼德勒什么我都给阿雅。好好给吗？你要多少？不多说，9000。这个托沙好的。2500。哦，这2500搞不了的。中签。6000不说了，朋友价。总应该是可以，底子应该不灰。你万一买不行了，不要跟我砍价了，没弄的。3000。哎，对，是这样讲。那不行。我再给你加一点点，好不好？老兵嘛，3000加阿雅嘛，这么好的中穗，差不多了。我跟你讲，来，这个料子它不完整，懂吗？如果整块料子完整的话，就是说价格可以给高。哪里有完整的？天然的东西都没有完整的。列中这么过来，那你其实好的地方，你看最好的这一包。行了，别这样，给你，哎呦，33、34、35，对。哎，点一下，绝对没错。先把肉擦出来吧。你看它这个裂，它往这边走，走到这边以后呢，没有走通，被这条裂给它阻拦掉了。先把肉开出来吧，看肉质的情况再决定怎么去切。这个料子呢，怎么说呢，还是有那么一点想法的。肉还是好的，漂亮。东西是相当漂亮的，看没有这种黑度，一整包打灯切就比较头疼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裂这么过来到这里，然后这条裂往这边走，这条裂这么走。改天马上师傅把皮给它全部扒掉，就知道怎么切了。哪条裂最大，它贯穿的越深就切它。